最主要的战斗，所以今天一切都会画上一个句号。 最后的机会啊，抓住就能晋级，还是挺失望的。有时候想到，哎，挺对不起大家自己，会挺失落的。接下来，明星队对阵包邮队的最后一天了，也是为包邮区，也是为支持包邮区的球迷拼最后一晚，放手一搏，不管怎么样，反正我们是个团队嘛。特别拼，白鹿还是拉开你的一粒小胡子。 进行的是胜球组决赛的对决，中原队对阵明星队。上篮，这一球一加一漂亮。给你钱，你的帽子可以包。
完全破掉，漂亮，破掉。这边已经翻出比分，漂亮，李冠阳。但是比赛没有结束，直接超越三分，这一球就差这么一点。恭喜中原队还是获得了最后的胜利，晋级最终的决赛。冠阳准决胜。下身换手抛投，那边上急停松投，漂亮，命中。恭喜明星队进入到最后的决赛，恭喜明星队。The fans are great. The organization is very good from Hupu. Everybody had a chance to prove themselves in this game. All Chinese teams, they support each other very, very good. I love to play basketball. I mean, I love to play, I love to compete with everyone. I'm not afraid to lose, and that's it. 2017 路人王年度总决赛，冠军之争由中原队对阵明星队。高手太稳了，大炮都漂亮，绝了，真的绝了。李冠阳非常痛苦地倒在地上，拼尽全力了一球。还是三分，还有这个球没进，没有中。中原队要放手一搏了。还有，上来这球漂亮。李薇这边转身，左手上篮，漂亮。中投，这球漂亮。李薇再次扳回一分。博格拉已经进，博格拉这边也是转身，连续转身空手，没进。李薇三分。这一球打进。
一点脾气都没有。今天晚上的 MVP 博格丹太厉害了。觉得 不可能输，然后我觉得输的责任其实在我，就是这会儿就很词穷吧，然后很遗憾，就觉得能赢的球输了，很不服气。我觉得这个东西，这个冠军第一次有老外来，就应该留在中国，就应该让他们知道什么时候中国篮球。感谢路人王嘛，让我们几个人成为一个团队，然后让我在路人王不只是有单挑，让我有了归属感，对，这是最重要的，让我找到了这些激励我前进的队友，然后我们会更努力，然后明年路人王见。最后虽然冠军没有留在中国，但是我们真的都尽力了，没准下一年。